长方形的周长的公式是 p 等于2括弧 l 加 b，然后它要你把主项写成 b，就是说你要写成 b 等于什么这样。所以在这一边，我的 p 等于2括弧 l 加 b 的时候，它有两种做法。第一种做法，p 等于 2l 加 2b，然后我再把这个搬过去，p 减 2l 等于 2b，所以我的 b 等于 p 减 2l 除2，这个是第一种做法。然后第二种做法呢，就是说我在这一边，我的p 等于2括弧 l 加 b 的时候，我把这个2除下来，p 不2等于 l 加 b，然后我要的是 b，我把它搬过来，它就变成 p 不2减 l 等于 b，所以我的 b 等于 p 不2减 l，两种都可以做到它的答案。你看它的 p 等于22l 等于7，然后求 b，如果它的在英文那边它有写一个 hence，或者是马来文它叫 strusnya 的时候呢，你要直接用你刚刚的答案继续下去的，所以我的这一个 b 的部分呢，我的 p 等于22，然后我的 b 会是等于22减2乘7除2，所以22减14除2，然后它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8除2，它等于4，OK。然后，如果我用另一个方法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 b 等于22除2减7，然后11减7，然后我拿到的是4。其实这一题呢，它还有第三种方法。然后第三种方法是怎样呢？它的 p 是22，我放进最原始的，22等于2括弧7加 b，然后我把2除下来，它就有11等于7加 b。然后我的 b 等于11减7，然后等于4，OK。当然，甚至是你的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的那个什么啊，你直接跟它乘进去，OK。就我就有22等于14加 2b，然后我22减14等于 2b，然后8等于 2b，然后我的 b 等于8除2等于4。OK，所以同样的一题，它有很多种做法。可是如果它当你加到一个 hence strusnya 的时候呢，它其实就只有一种做法而已。好，在这边我的 n 等于 3a 加 3d，然后它要你表示 d 等于什么这样，所以我把这个搬过去，所以我的 n 减 3a 等于 3d，所以我的 n 减 3a 不 d 等于3，OK 会是等于 d，OK。然后d 等于 n 减 3a 除 3，OK。然后其实呢，它还有另一种做法是我的 n 减 3a 等于 3d，我要把3弄不见，我除3除3除3，所以我的 n 本3减 a 等于 d，所以我的 d 等于 n 本3减 a。然后这两个答案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，有这样除，它就会变成 n 本3减 3a 本3越。所以它会变成 n 本3减 a，它是一样的东西来的。好，然后它问 n 等于 30d，a 等于6的时候，d 会是等于多少？所以我的 d 会是等于30减3乘6除3，30减18，12除3，然后4。OK，当然我还可以用 d 等于30除3减那一个 a 是六，所以它会变成十减六，它拿到的答案是四。OK，甚至是我可以怎样做呢？我甚至是可以直接把这一个放进它一开始的这一边，我的 n 等于30，我放进这一边，然后 a 等于六，我放进这一边，所以我就有30等于3乘6加 3b，然后30等于18加 3b。然后这个搬过去，12等于 3d，然后我的 b 等于4，OK。